我真的吓到他来了，真的，因为这位大哥你，他的名字叫张惠妹。今天呢，我还有一位大歌迷，我的歌迷来到现场，他非常的忙，但是他还是抽空，他工作一晚，然后就搭飞机来到现场。我刚刚知道我是吓到了。这个人呢，他应该在某个角落。我真的吓到他来了，真的，因为这位大哥你，他的名字叫张惠妹。听说阿妹要结婚，那是真的吗？我被逼婚这件事情可以说吗？怎么没听说？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很少在看电视。张惠妹传喜讯，要嫁调酒师，青梅沙哑，魔性笑声回应了。我们约好演唱会见的时候，好久不见的沙哑张惠春重回观众视野，笑起来春风满面，莫非是有喜事了？你不是想问那个沙哑有没有交往过？我吗？就他问很多人追啊，暧昧对象吗？确认关系？交往多久啦？有半年吗？感觉再长一点。嗯。一年吗？三年久了，对，就是会给彼此感情上建议，或者聊这种姐妹心事。感情就还好，不会去特别去聊。那是要往结婚那个方向？我已经结过一次 ，OK 了。他刚好分享他的另外一半，另外一只手，对，他这种受伤，对，这种受伤是好的。啊！很紧，还不错了，朋友，还不错了，朋友。但不是男女朋友。看来大家都喜字当头呢。掌声欢迎沙哑全场掌声。是姐妹连心吗？最近怎么听说阿妹也有喜事？阿妹和调酒师男友 Sam 爱情长跑12年，日前传出两人要结婚了。亲妹妹应该知道内情吧？听说阿妹要结婚，那是真的吗？我被逼婚这件事情可以说吗？怎么没听说？最近还有跟姐姐联络吗？有啊有啊。昨天中秋节的时候。所以你们都各自洗办回去。就是一家团圆，对啊，有时间的。男方家长想抱孙的这个新闻，他有没有跟你们说？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很少在看电视，我都是比较关心小朋友啊，然后接下来的。未来还会想发片吗？或者是发片是不会，但是。我是有很想出就是单曲，有计划了吗？有在想，现在状态很好，感情事业都得意，都很棒，都很棒。